弟弟有没有很酷？用展示架，超酷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现在把灯关掉，会更酷哦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去把那个日光灯关掉，然后它在没有灯的情况下，它会超漂亮的。你的这个水晶迷路，再配上这个蓝色灯，会超级无敌漂亮。好，我去关灯。弟弟有没有超漂亮？对。不过你要小心，你的迷路不要掉下来。如果你迷路掉下来的话，就坏掉了。好酷哦！真的好酷哦！哇，好漂亮！来，给它拔一下啊，拔拔这样子。哇，好梦幻哦！来，你唱首歌吧。不要。不要唱歌哦，为什么要唱歌？因为你这个很像音乐盒啊，你唱个歌的话就超像音乐盒了，知道吗？你没有玩过音乐盒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个是不是把小时候有玩过的玩具？如果你再搭配唱歌的话，就超像迷路音乐盒了。好了，给它继续你转之吧。前玩过的是什么音乐盒？你的音乐盒吗？对，